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眉飞色舞啊！其实呢很简单，升级版的比划猜，每一个上来比划的人会被指定一个舞种，在比划的过程当中，舞种舞姿不能丢，然后还要把有效的信息传递出来，看谁能够答对哈。然后这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，我忘了。杨老师第一位表演的是腾哥，你的指定舞种是孔雀舞。哇，强项！太好了，强项！你敢说孔雀舞是强项？我强不强项？孔雀舞的鼻祖在这儿，正好顺便给我指导指导，岂不是美哉？小腾，找那种形象。孔雀的形象，见过孔雀没啊？中年孔雀的形象，中年孔雀，对，不用年轻的那，你可能。全程孔雀舞要在线，杨老师你也可以帮忙答哈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婀娜多姿。这你咋看出婀娜多姿啊？啊？啊？啥玩意儿啊？什么啊？啊？嫦娥奔月？不对，不对。哦，四面楚歌。接近喽，四面八方，十面埋伏，回答正确，十面埋伏，好厉害！我觉得你的舞蹈啊，干扰了我们猜，根本看不懂，根本看不懂。腾哥，你越跳，杨老师的脸色越差。杨老师说根本看不懂，根本看不懂。三个字。芭蕾舞，天鹅湖，正确，杨老师第一个说的天鹅湖。哦，那你应该再形象一点。杨老师他能跳就不错了，他平时录节目都不动。其实肢体语言是很难的，肢体语言很难。刚刚这个孔雀舞啊，能猜出来真的不容易。下一个表演者依然孔雀舞。杨丽萍老师。我天哪，你看看有没有必要给我们两位大师安排的这么近呢？您是大爷。哦，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哇，很美。完全沉醉在舞蹈里。贵妃醉酒，贵妃醉酒，回答正确。贵妃醉酒。周瑜。哇塞！我还没下腰呢。贵妃醉酒，最后要这样喝喝喝，把那个酒杯叼在嘴上，一直下腰。哎呀呀呀！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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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是最经典的一个。对，杨老师这才用舞蹈表达的呢。对。这是真舞蹈，这才是这是真舞蹈啊！老师的好想看完，您的真不想多看。刚才看半天假舞蹈，那小宝也够不懂事的，老师还没表演到关键环节，给猜出来了。对，我还没有醉呢，还要醉一会儿。下一个哈，四个字。哇。看不出来，哎呀，看进去了。沉鱼落雁，不对，蜻蜓点水，乌鸦喝水。
孔雀喝水，对的，孔雀喝水。主要是杨老师一表演都不想猜了，就想看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就看看呆了。嗯，天哪，原来这个游戏是这么玩的。小金子，我退下了。这个游戏完全是肢体的表达。对啊。又点谁呢哥？他不高兴了，快。对于没有肢体的。哎，正反面教材都放一起了。几个字？四个字。拉弓，射雕英雄传，后羿射日。不对。惊弓之鸟。不对。万箭穿心，万箭穿心。正确，万箭穿心。厉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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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难。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哇！张牙舞爪，不对。龙飞凤舞，对对对。啊！哇，你这属于押题了，我觉得。我感受到了艺术，真正的艺术的召唤，真正的美，真正的眉飞色舞，言不能语，舞之蹈之。来来来，你上，你上，上我看到了真正的做作。好了好了，谢谢杨老师的表演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必须金靖，下一位必须金靖。金靖，既然金靖呼声这么高，金靖，我允许你选择一个人一起表演。哇，这还用选？这还用选吗？他自己跟我过来吧，他自己跟我过来吧。啊。快过来吧！史上最离谱 CP， 你们的舞种是拉丁舞。哎呀！哇，这藏不住的舞蹈细胞。五个字，五个字。啊！天哪，这什么行为啊！这都是。金靖姐，丽萍老师，闻香识女人。这是闻香识女人啊！我真看不出来，本来能猜出来。金靖一这样我误导了，我以为是什么警犬来破案呢，什么竟然是闻香识女人。四个字是两人相关的词吗？对，好嘞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两情相悦，同舟共济。不对，要注意我们的变化，我们的变化。两小无猜，白头偕老，万物生长。我们演得这么好，看不出来。怎么两个触电的？触电，触电。要注意我们的变化，我们的变化。青梅竹马，青梅竹马，对，青梅竹马。哦，两个人是青梅竹马，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长大的。可爱。四个字。哎呀！哇！哦！嘚嘚瑟过劲儿，嘚瑟过劲儿。起来 ，Come on！ 英雄救美啊！我给你们描述一个细节。金靖倒在地上，小宋想去扶，手没碰到，小宋嘴里才起来。就你会观察呢？刚好侧面能看到一些，非要说出来。嗯。下一题，四个字啊。四个字。
天哪，应该全是那种两个人在一起的东西吧，爱人错过。小童正确。关小童啊啊，什么东西？爱人错过，这是词儿吗？一首歌，是一些年轻人的东西。我终于知道你们擅长什么舞了，擅长落舞。腾哥，这一轮王牌对应，下一个表演的腾哥沙哥，啊，你们的舞种就是你们最擅长的。哎呦，哥，霹雳舞，大秧歌，大秧歌，秧歌啊！哎呦，还没开始呢，没比个字，四个字，啊？哎呀，打屁股是怎么回事？好奇怪的画面，策马奔腾，策马奔腾，为什么一直打他屁股啊？你换个地儿，人都参数策马奔腾了，你可一个地方来呀，啊，你？他这有个打，主要是，打情骂俏。啊，不对，哎呀妈，都看出打情骂俏来了。换个套路，又换了。穷追猛打，回答正确。哦，真的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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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穷那个口袋，没钱。真有能人呢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抽抽了。啥呀？秋风。这两个字挤眉弄眼。衣锦还乡吗？这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卧龙凤雏。卧龙凤雏是这样式的。行将就木。行尸走肉。很接近了。啊？行尸走肉很近，还有什么词儿啊？行尸走肉。再提醒一下，一部生化危机，正确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这个是，这个呀是答不出来的，也只能我演。对。四个字啊。你们不是个 younger 吗？怎么变孔雀舞了？我是后边那个。啊。这什么？想想杨丽萍老师刚才跳的。我懵了，你是啥嘛？换个套路，换个套路，这理解不上去是吧？啊，对，还得这个。这又来。卧龙凤雏。又是这种形式，生化孔雀。这啥意思啊？倒，卧地不起。我是什么？老虎。卧虎藏龙，有点这个意思了。你是卧龙凤雏，回答正确。哦，你这哪是龙啊？不是，人家杨丽萍老师刚才都演一遍了，那龙差好多。他那龙是壁龙。是龙和人都一样的，那有健康的，有不健康的。嗯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这你别说，这还真挺红。哎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四个字啊。哇塞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泼天富贵啊。泼水节。不对，着火了。啊，火着火了。屋顶着火。轩怡答对。哇，噔噔噔噔，看来音乐我还是懂的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哎呦哥，这轮获胜的是嘉宾队，都冒汗了。哎呦哥，哥一下老了好几岁呀。你们俩的表演存在一个问题，这轮王牌队零分。那是我俩表演的问题啊。
嘉宾队的理解能力咋就那么强呢？腾哥他们演你一点不愿意看哈，你把你的眼睛从小宋脸上拿出来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不这样了，那我之后不看你了哦。哎呦，我的脸笑僵了，真的。下一个表演的是苗苗和楚曦。你们的舞种是芭蕾。哇，厉害厉害！芭蕾，好期待。我们的经典动作是什么？这样。芭蕾就守卫啊，好，芭蕾守卫啊，他们怎么这么认真啊？天哪，你们好认，还在讲这些？一会儿我们怎么办呀？啊啊！几个字儿？来两个字儿，两个字儿。哎呦！哇哇哇！不会是芳华吧？啊！一到人家的你就来神了，你这俩哥哥的整出一身汗，一个也没猜出来。哥，我也喜欢看美丽的事物。我得参与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下一题，几个字儿？几个字儿？四个字。万物生长，万物生长。正确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关晓彤，晓彤，坐前面来，坐前面来，晓彤，看近一点，晓彤，哥没有资格坐前面。我觉得咱们俩连第二排的资格都没有，上屋里待着，啊，上屋里吧，坐车子上吧，坐车子上。我们演的都是对方能猜出来的。我们是一伙的，楚曦。这样这样，你们要朝着我们演。下一题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交叉。稻草人。你是那个啊？女娲补天。正确。腾哥坐那儿好使啊，坐那儿好使。腾哥你就坐着，腾哥你就坐着。女娲补天，这儿我也不配了。哎，我只能在这儿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咱下回见，下回见。这轮是王牌队赢啊。接下来最后一轮，两队分别派人上来表演，宝哥和花花。哇，好好好好，草裙舞啊。草裙舞是怎么跳？草裙舞是怎么跳的？这个，这两个来，请出题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啊呜！打老虎，纸老虎。先看他，先看他。大金刚不是不是，大猩猩不是不是，啊，不是，弟弟哥哥，重来重来，弟弟是这么回事啊。猴，哎对。猴头锅。这是什么？猴爆菇啊。不会是后三队吧？这一幕是很经典的，这一幕是很经典的。狮子王，正确。哇！啊？这是猴吗？那个猴抱着狮子。轩怡、杨迪和晓彤，你们的舞种是机械舞，来，请出题。四个字儿，四个字儿。丧尸。
丧尸围城，提线木偶，断臂，断臂，断臂残垣啊，断手断脚，缺胳膊少腿，哥就你有时候会这样，骨质疏松，对，啥？哦，骨质疏松。骨质疏松为什么要这样？全让吴宣仪给干扰了。哎，我老以为是断啥呢。还有最后的一道，两个字儿，咖啡。享受。哦，香气，真香，真香。金靖答对，真香。你们俩演的时候，脑海当中就是反映的是什么香？某种花的香气。我的是用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，炒菜真香，而且生油尝着也香。嗯，对，迪哥，你到的一定是我们只做花生油的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。我做菜就用这个，尝起来真的特别香。说到真香呢，那简直就是我们胡姬花的代名词了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六艺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，尝过就知道不一样。做菜呀，那是真的香啊。没错。哇哦！本轮最终获胜的队伍是师哥，心算一下，别让他们懵了。王排队。